主料贝壳粉50克，牛肉一小块，辅料番茄酱一大勺，意大利香草，黑胡椒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锅中烧水，水开后放入贝壳粉，待水再次烧开，转中火，一边煮一边用烫勺搅拌，煮15到20分钟即可关火。将贝壳粉捞出，放入冷水中浸泡。牛肉切小粒，锅中倒入少许油，放入牛肉粒翻炒。牛肉变色后，放入一大勺番茄酱，翻炒至牛肉粒均匀着色，加入少许水，加盖转小火炖2分钟。待水快干时，大火收汁，捞出贝壳粉，沥干水分，浇上肉酱，撒少许意大利香草和黑胡椒粉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如果怕时间来不及，贝壳粉可提前浸泡6到8小时，这样煮3到5分钟即可熟。二、煮贝壳粉时要不停搅拌，以免粘锅。三、出锅后的贝壳粉要用冷水浸泡，否则容易粘连。四、牛肉烧炖2分钟，可使肉更入味，口感更软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